乍读眼镜能看穿纸牌，看见所有牌底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据说只是戴上赌神眼镜就能够清楚看见扑克牌的牌底，在赌桌上无往不利。少廷看班杰使用后发现，赌神眼镜看不见一般扑克牌的牌底，要使用表面经过特殊油墨印上记号的扑克牌，赌神眼镜才能发挥作用。因为特殊油墨所反射的特殊可见光波长片段，对眼睛来说较不敏感而难以看见，而赌神眼镜可以加强反射这段特殊波长光，帮助我们看见记号。因此赌神眼镜并不是穿透扑克牌，而是利用简单的光学原理。此外，赌神眼镜必须要搭配特殊的扑克牌使用，一般市售的扑克牌因为没有用特殊油墨印上记号，怎么看都是看不到的哟。